把地掉，几多不能干了，活路干了。找个工作，要做好点了。老门子，我上一个镇长，我莫给不是多了，我走了。没办法，你先上车了。你把猪剁好。 就是了，小家了。嗯，他是张子清，刚去我这里入家去，刚在这边了。 这是谁？那你做多少手术拿到把心了？那不白接啊，正早要不打到了，那就都改了。你怎么吃药没好的？我不知道。幺哥，大心了，北京都改了的。哥，都看起他草稿没多快就多。你要吃白？这边都改了咯。北京要中，某个石头改装，他这是谁？几分钟的呢？ 要准备他抓多些钱，赶紧把多他能多。好，我是海这里三人下招募大事了，到。把大老爷大事了。嗯，那我了。他这是，那个之前就欠我的台路大佬，今天又拄着地都能多下招数。 行了，我的家中找，我查着了，结果他早上找着。弟兄弟，哼，你说干了多？ 阿豪，阿豪，阿豪，快要救我一家阿豪，阿豪！阿豪，就给到咱们去找，这怎么了？阿东，到哪了？阿东，你这么。
的装的在你那头去货了，这种呢非常激动的喽。他说的算要好的，他说的算要好干啦。赶紧给他炸鸡，但是赶紧我找路子不用。走，阿东，要为你家。走，叶老，你还给多多山的下一头能争些？要还找多山头头嘛？我这股太气到天里。刚要多长？刚要住我搞大路子。古荣些，就自己在家。就要搞得到他们了咯。赶紧我找路子，赶出多长在家了。刚要一头多长哇？要出啊，从多长路过门，要领导，从头住。这次三个木桩，说多头大海，压了后面了，干木刀。